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NG，今天又来分享一下目前当红的三个副本，打起来的效率如何，以及我推不推荐速刷升等这种玩法。测试内容比较适合像我这样的中老年孤独玩家，机体一样是兵法。测试方法为怪不会全刷，为尽快解掉副本内的任务，往下个区块移动，找到让精英怪来打，或者是当怪物被拉成一条线时，看心情喷一下。道具掉落只捡金色以上，宝石丢掉。道具满了就回城再回来。有事件的话也会打，不过跟冒险者有关的，我看心情决定打不打。 因为冒险者都会分散，怪也因此分散，我不喜欢。然后会把 boss 打完，完成整个副本，这样一出去回城卖东西，再回来后副本就重置了。三个副本各刷五次，最终给出五次的平均资料。至于为何会刷五次，因为我老了，刷五次就累了腻了，想去打别的任务活动。以下开始：一奥杜尔洞穴，金钱总和为三百七十万，经验总和为三百七十万，事件总和四次。今晚副本的平均时间为五分四十秒，加上卖装的平均时间为七分三十七秒，所以平均一趟七。 十四万经验，七十四万金钱，遇到零点八次事件，一共耗时七分三十七秒，算八分钟。二荒器采石场，金钱总和为四百万，经验总和为四百一十万，事件总和为七次，清完副本的平均时间为七分三十秒，卖完装平均时间为九分三十秒，所以平均一趟八十二万经验，八十万金钱，遇到一点四次事件，耗时九分三十秒，算十分钟。三多木海逆隧道，金钱总和为两百八十五万，经验总和为两百三十六万，事件总和为两次，清完副本平均时间。 为五分三十六秒，卖完装的平均时间为七分四十八秒，所以平均一趟为四十七万经验，五十七万金钱，遇到零点四次事件，耗时七分四十八秒，算八分钟。整个刷起来，个人感觉兵法刷奥杜尔洞穴比较舒服，路线非常简单，不容易迷路，光器采市场也不错，但我常迷路，多绕两圈。想刷可以选这两个，多姆海涅隧道我就不推了，耗时跟奥杜尔差不多，但奥杜尔我觉得相对简单好刷。以上就是如果想刷点经验跟钱时，我的个人体感经验分享。 接下来是我推不推荐这样刷，或是速刷升等这件事，很常看到很多兄弟都说这副本我两分钟刷完，我一分半刷完之类的，这类通常都是直冲精英怪，道具都不捡。那这种玩法也没有不好，个人玩法不同而已，清的快也代表你很猛。也有人是直冲精英怪，刷完捡宝物离开这样。如果你每天玩的时间很长，我也觉得 OK，因为你等级升的很快，可以等满等后再去凑装备跟钱，身上的装备能快速刷完副本就行。可如果你像我一样每天只玩几个小时而已，我就不太推荐，因为你终究需要大量。 金钱来洗装备词条，或是改点技能巅峰点，这些加一加都颇贵的，几百万跑不掉。尤其洗装备词条，运气好一点百万内搞定，运气差的，或是毕业装要洗到好数值，上千万是跑不掉的。你满等后还是要回去刷怪捡装备卖钱的，强化装备所需的材料虽说不多，但也还是要你捡金装绝装来分解取得。然后最重要的是要让伤害大幅起飞，像你看到的打几百万伤害的影片教学，主要伤害都来源于巅峰盘的调温等级，而调温等级必须要刷。 噩梦副本才能获取雕魂经验，来提升雕魂等级。如果你满级去刷，就只能得到雕魂经验，等级经验就浪费了。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每天刷个几场普通副本，就去打噩梦副本拿雕魂经验，再去解各地的支线任务拿声望。如果有经过没打过的副本，又或者刚好有低语之术我也会顺便打一打，这样你可以拿支线的声望，第一次通关副本的声望奖励，低语之术给的小奖励，比较不会太枯燥乏味啦，给你各位参考看看喽。